好，今天我们要出发东兴了，出发越南了。陈哥，你提过来干嘛？这个给你爸妈的。他不这个、你带回去，带回去。他不这个放家里，这个放家里，这个放家里。他们不好。茶叶可以留在家里。他们不好的。啥？带在路上喝。要我上去拿件衣服。你就。带这么点行李是不够的，带这么点衣服，待会路上冷的话，这个牛奶给陈哥的爸妈。这边天气暖和，可以喝，放在车上压车太重了。这样行了啊？他们这边。走吧。车上放不下啊，给你们吃，给你们。嗯，今天就出发了，就在这边待了两天了。今天比较炎热啊，穿拖鞋，穿短袖。好好好，哎，下次到外面玩回玩完了，我送陈哥回来啊，到时候送陈哥来这里。哎，我感觉这个。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带不行，这边水带不行，这个水晶行业也不行，然后这个地笼子啊、裤啊、跟吊绳、单包都放在整个家里面，找个地方放。这个放这里。嗯，你看不来吧。等陈哥拿两件外套，你就出发了。努力回头望、啊，那姑娘在远方。送回家来雨方丈，梦一场去流浪。我们从新沂北上高速，直接到中心，400公里，下午6点多可以到。前方有违章拍照，请系好安全带。心上在远方。抬头看看那曾经的夕阳落在我的肩上，那是心之所向，那些曾经努力后的失望，是青春的倔强，是青春遗忘。我不慌，前方就在前方，别再驻足眺望，背上我的行囊，祝风光，答案都在路上，风在自由歌唱，翻山越岭飞翔。还有一个下午，我们终于到了东兴了，越南口岸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6点半了。得去想一下，看一下签证是怎么办，因为这个政策一直在变，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签证是要怎么办了。导航显示195，通行费204。这里要过安检，掏身份证。对，你们没有身份证啊？
时隔一年，又来到了陕西东兴，对面就是越南，这条河叫北仑河，对面就是越南的芒甘。这个点呢，办签证已经下班了，我们待会去旅行社问一下，到底是怎么样办签证才能去越南，明天跟大家分析一下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先找个地方住宿，去年我跟班长就在这里住的，这里比较有性价比。我们找一个三人间，然后呢靠到海边了哈，我们必须要去吃个海鲜。今天晚上那个虾20多块钱一斤的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吃饱吃够啊。老板，现在这个老板娘来了哈，来了我们就把这个房订一下。其实这边也是江景房，对面就是越南嘛。这边多少钱一晚？去年住的好像是60。60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当天都没这个价格。我当天我是住的八十。帅哥。我们住的八十天，现在都没有。我们要住几天不？差不多3001结束了。微信支付收款80元。305啊。嗯，那我们先去吃饭吧，因为怕这个房间紧张，其实这边消费不高啊，也去吃饭。海鲜，现在我们在这条叫河堤路，旁边就是北仑河，在这个路边上好多这种夜宵店都是吃海鲜的，看一下这海虾20块钱一斤，螃蟹30，还是很有性价比。陈哥，以前我就知道茂名靠海，我不知道信烟在茂名的哪个方向，所以我跟老表来之前啊，你知道吗，我们车上带了鱼竿、雨裤、地笼子，奔着你家来实现海鲜自由的。不知道来到你家之后，鱼没吃到一只，虾还是我跟老表自己的搞了几只。你今天要不要那个补偿一下啊，弥补一下我们这个吃虾的这个愿望，吃海鲜的愿望？鸡啊，这个手头紧不紧啊？最近实力允不允许啊？吃一个2斤可以啦。2斤虾，然后蟹呢？对，那个没多少。哦，对，蟹比较空，这一条街都是农家饭店，都一样的行情，都一样的价格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，这里，这个看一下，20块，这是海虾，来，捞一只看一下，这也没有虾呀，哇，好多，哎，可以。哎呦，这是活的，来2斤，拿1斤够了吧？2斤3个月，1斤够了，3个月够了。我只吃虾，你吃虾没事，我们就少了2个菜，1斤虾够了。那就串两门嘛。我们今天1斤都不是，盘够了，放在哪个吗？我2斤嘛。我们的盘子大概装2斤的。啊，那就为什么要放两盘？一定要2个菜是吧？对啊，那连一个菜也不够吃啊。那我们再搞个，有没有螺啊？什么螺？海螺呀、江螺啊、什么花螺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螺。青蟹，这么多腱子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就干那个海虾。你也喜欢吃海虾？那个蟹里面都是空的哈。那个螺可以拿个螺在哪里？这不
不是配吗？这个就请罗吧，先说个。你可以等一下会头吧。没有罗了。没什么会头。没有这个，还有这三种，这个白罗。老板，师傅。那个。这就亲戚多少钱一斤啊？68。哪位大师傅？我想蒸着吃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再找个人，你说这个陈哥，你知道怎么样的蟹好吗？这种啊，你会挑不？那就来这吃好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可以挑吗？可以挑。都一样啊，没什么。软壳的，是吗？都差不多一样的。这一个有多重啊？一个有七个公的，七八两，七八两。是新蟹吧？七八两。你跟老表一人一只啊？我不吃新蟹，我要吃贝壳。你刚才说不吃又吃，这个有没有规定要多少只才能吃啊？两个吧，他一个太少了，请两个，一个才有请两，你三个月至少要两个吧，一只够了。你吃到这，你这个得了吗？管他了，对啊。那再搞个螺是吧？叫什么螺？就这个吧，这个白螺炒了38一斤。38一斤。好的好的。那个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48。啊，这个白螺。哪个好吃啊？差不多嘛。啊，这个就炒一斤。啊，一斤不够一把吗？嗯？这个螺太重了，重多。是不是要称嘛？反正称到多少就多少嘛，也要搞一盘嘛。再称再称。这个是虾，哦，虾一斤六两，虾一斤六两，螃蟹一斤三两，差一点嘛，不差了，这还有水嘛，公斤的嘛，差这么0.0几，一斤三两，这个我说你少点六个，这个就一斤六两嘛，这个零点我们就不算了，好好好，这个就评回来了，啊、哦，嗯，你拍一下没事。38啊，38块钱一斤的。全部写清楚了。好 ，OK，OK，OK。就水再煮两，加工费不用吧？一分钱都不用。好，没包加工费了，没有什么费用，其他费用都没有。好，那我们。你们单位是吗？对。喝酒不喝？海鲜。你喜欢？菜。菜看一下。一人有一盆菜呢。你要吃什么菜吗？尝点个菜，点个汤，点个肉嘛。点个肉也可以啊。先把这些吃了嘛。那就一个人有一盘的吗？搞个啊，这个菜好贵哦。那你来一个汤，里面也有青菜了，三菜一汤，三个人。不用吃那么多嘛，吃不了那么多吗？对对对对。先搞这个吃了嘛。一斤多一点而已。这种虾蟹肉蛋什么炒个青菜呢，炒个青菜有米饭吗？有盛个点有青菜啊，空心菜也可以啊，那就空心菜，空心菜那就可以了哦。那白米饭是怎么办？白米饭炒个点蛋炒饭有一碗还是这样一盆啊？这个很大不？没有，是用给那个就不要了，就这样，喝啤酒吧，饭有点贵，3块钱一碗，早上带点米，算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吧，明天我们去买锅买灶。带了炉子没有啊？哪里有汽油嘞？烧汽油的炉子吧。行吧。好，先这样，我们洗手，准备吃饭了。